参见雍亲王，都起来吧。本王是来给二阿哥送点东西的。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见二阿哥。这儿有些银子，你拿着，跟你的兄弟买酒喝。若是皇阿玛怪罪起来，就说是我雍亲王的谕令。这。 奴才给雍亲王请安。小林子，年小主，我想见。叫什么？参见雍亲王福晋。小林子，你家主子呢？我想见他。回福晋，奴才这就去通报。 走，叶柔，你开门啊！叶柔，聂淑媛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走。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真的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是，你嫁给四弟是人之常情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当年你被废的时候，我又何曾离开过你？这些你难道都不知道吗？你这么说。 只会让我更伤心难过。年淑媛，你身为雍亲王的侧福晋，不守规矩，好好待在府中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皇嫂，是我带他过来的。贺兰参见雍亲王。二哥。 我跟年淑媛虽然已经成亲了，但是我跟她有名无实。伊人，有名无实的夫妻，什么意思？我嫁给雍亲王，是为了救我爹爹。若不是雍亲王，我家早已被满门抄斩了。 为什么不和我好好说？你性子这么冲动，我又何尝愿意连累你？你们两个人进去说话。
我只有嫁给雍亲王，才能救我爹爹，救我哥，还有你。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淑媛，我就知道。我的心是你的，我的人也是你的。永琪王答应我，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跟我解除婚约，之后我会回到你身边，我帮你一起挺过这一关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会耐心等的，我会的。相思渐欢，重相忆。这枚戒指，我一直戴在身上。雍亲王，请留步。恕贺兰多嘴，雍亲王竟然能够允许自己的福晋与别的男人共处一室，这份胸襟实在让贺兰佩服。皇嫂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说，让雍亲王管好自己的福晋，让他恪守妇道，不要再让他来打扰我和二阿哥的生活。本王怎么做事轮不到你来讲，皇嫂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挽留回二哥的心。臣李光帝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臣不敢，臣当初告病还乡乃是沽名钓誉，若皇上怪罪，臣早已万劫不复。如今面君，正是索性勿忘皇恩之浩荡，罪臣又岂敢沾。你我都许久没见了，跟朕都生分了，朕叫你起来你就起来了。谢皇上。爱卿啊，自你告病回家休养，你我君臣应该有一年未见吧？一年四个月。你是个明白人，朕老了，朕的身子每况愈下，太子之位悬空。朕这次召你回京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太子之位有何人选呢？立储之事事关重大，事关国运，可这毕竟是皇上的家事，臣不敢多言，臣只能劝皇上慎重。慎重。朕也知道册立太子要慎重，如果没有真正能担当大任的成器之子，反而会生出危机。现在的皇子啊，都已册封不同的爵位，如果把其中的一位立为太子，其他的皇子们不服，反而会再生祸端的。皇上，微臣已远离朝堂多年，请给臣一点时间去了解观察，到时臣等直接。好，朕答应你，就依爱卿所言，你这些日子就在宫中调养吧。啊，皇上，臣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说。臣在京中尚有住宅，也想借此时日多会会京中故人，就不在宫中叨扰皇上了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皇上。去吧。
先生，臣参见八贝勒。先生请。真是时间如白驹过隙啊，转眼间八贝勒都成婚了。是啊，转眼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。先生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到学生的府上小住几日。也好，如此便能像从前那样，大家引经据典，纵谈天下文章。好，那先生请上轿。老爷对李太子的事怎么看？哎呦，连你都对这件事情感兴趣，哼！你说说看，你怎么看？老爷说笑了，我一个草民不敢说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有没有外人？小点声告诉我。我觉得吧，二阿哥已经被废半年了，不可能做太子。四阿哥呢，闲云野鹤。吃斋念佛的也不太适合。哼，三阿哥呢？三阿哥能文能武，不过太像一个武将了。哎，咱们大清的天下，那就是在马上打下来的，像武将不好吗？我觉得八阿哥最合适了。哎呦，有勇有谋，深得民心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有八阿哥当皇上？你才最开心。我觉得八阿哥深得民心，这点挺像皇上。深得民心。哟，李大人。哟，龙大人。快去给龙大人看茶。是。李大人好有雅兴啊，这个地方可真适合修身养性。龙大人今日来有何贵干呢？李大人呐，请。恕龙某直言，我此次前来就是想听一听你对王储之事的想法和见解。不知道李大人认为诸位皇子当中哪一位最适合做太子？原来在这四方馆当中啊，
每一个人都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。不瞒您说，就刚刚我的小仆还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我倒是想听听龙大人的看法。不瞒您说，依龙某看来，诸位皇子当中当属四阿哥天资聪慧，才智过人，而且四阿哥处理其政务来那是恩威并济，将来之后必定能够成就大事啊。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啊。不知道李大人可否与龙某一起力保四阿哥？龙大人，可知立储大事，皇上为什么召了一个草民远远地赶回京城商量此事啊？李大人请讲。正是因为皇上知道我连他的江山都没有辅佐，又怎么会辅佐他的儿子？那好，志不同不相为谋。吃斋念佛的伊人。淑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你怎么瘦了？二哥，你这你侬我侬也得注意场合呀。八弟，多谢你带淑媛来见我。谁叫你是我二哥呢？哼。二哥，昨日皇阿玛召李光帝李大人回京了。召李大人回京？我猜是为了立储一事。今日隆科多还暗示李大人要他帮助四哥。四弟？我也觉得奇怪，这四哥向来是不问正事，为何隆科多要帮助四哥取得太子之位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四弟为何还要带淑媛来消除误会呢？这也许正是四哥的欲擒故纵之计。现在形势还不够明朗，我们还无法判断四阿哥是什么意思。当然了，这也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。二哥，你请放心，我和李大人一定助你重夺太子之位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便仰赖八弟了。八弟，二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多谢贝勒爷。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嗯。回来了。皇上，该吃药了。啊，吃，吃。皇上，
我看您这样操劳也半月有余了，您这身体得注意啊。嗯，朕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朕清楚。是奴才伺候您一辈子奴才也清楚。去门口跪半个时辰去。这你看你的样子，去吧。哎，这皇上啊，药得喝啊。好梁成功，梁成功，老奴在呢，怎么了，皇上？手药怎么洒了？手动不了了，快，穿太医啊！皇妈怎么样？皇妈怎么样了？啊，微臣见过成亲王、雍亲王、八辈了。皇上现在是邪气闭阻身体，引起周身骨痹。微臣这就去给皇上熬制煎药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注意？哦，皇上现在一静不宜动，不能过分劳累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，微臣告退。宣。成郡王、雍亲王觐见。儿臣遵旨。儿臣遵旨。梁公公，那我呢？贝勒爷，皇上现在怕是不太想见您，您就别为难老奴了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啊，你们来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皇阿玛。胭脂啊，皇阿玛，您身体有恙，应该卧床休息才是啊。啊，朕呢，倒是想好好休息休息。国事繁重啊，皇阿玛，您若是太过操劳的话，可暂时将国事分担给我兄弟二人代为打理。啊，朕倒是正有此意啊。胭脂啊，你曾做过太子代理事务，这次就交由你来料理国事，胭脂从一旁协助。你们兄弟二人定要兢兢业业，互相协助，把国家大事料理好。啊！儿臣谨遵皇阿玛之命。皇上，您自从吃了八阿哥送来的丹药，这气色好多了。是啊，朕也觉得最近自己身轻体健，啊，手也能活动了，不麻痹了。那就好。下个月。
就是皇上的大寿了。皇上想好怎么庆祝了吗？啊，如今呢，朕感儿蠢蠢欲动，国库空虚，一切从简吧。是，朕就想跟自己的家里人一起吃顿便饭。啊，这事儿要你办吧。遵旨。进来吧。王爷。淑媛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看书太累了，淑媛给您煲了鸡汤，请王爷您。是，说吧。今时分代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，有缘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爱过一抹红尘。花舞成蝶，轻摆凋零，我自认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生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星辰去留一道红痕，宫廷幽深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
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谁尽风情？当时的我们，一笑倾城，一目认真，俯首难敌世人。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谁尽风情？当时的我们，一笑倾城。